年三十岁的2017年华姐冠军余思婷，自从2022年宣布同朱敏瀚分手之后，一直未见有新恋情。日前佢分享出去玩嘅相，见佢着上黑色 Deep V 背心短裙，大晒心肠嘅事业线，但由于太过贴身，有网民发现佢个肚微微隆起飘印味，好奇留言问：小肚腩定有咗？更有人留言讲恭喜。余思婷之后贴出一张大肚相，回应话多谢大家关心，我冇怀孕。更话翻香港话我怀孕，你哋好衰，我要走啦。但相入面见佢个肚真系有啲大，不过或者可能系拍摄角度问题。